你敢信这是四星角色的伤害？一拳一波怪，这简直就是原神史上最超模的四星角色，他就是一拳超人陆夜怨平藏。如果不看大世界体验，你的下一个风贼何必是散兵呢？先展示一下军火吧，甚至都还没有90级，我敢说就这面板，这圣遗物从垃圾堆里捡的都比这强，也就是说我这个小鹿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大。配对上基本绑死法鲁山和班尼特了，一个提升风伤，一个加工回血。如果你想把原神玩成节奏大师，那么我推荐发鹿万般，发姐拐两个风角色，咔咔速切，技能丢到根本停不下来，循环起来更是无缝，万夜一息，小鹿一拳，世界都安静了。如果你想把伤害玩到极致，体验大数字带给你的诱惑，推荐发鹿末班，循环起来真的香，小鹿的伤害再加上莫大大招的加持，伤害贼拉顶，而且莫大的 E 还自带嘲讽变相巨怪，贼拉得劲，顺便也能给你的冷板凳莫大提供就业空间，这样的莫大谁不爱呢？如果你想把生存与输出玩到极致，那么我推荐发鹿中班，进一步减抗，加上提法特的最强护盾和抗打盾，我愿意称之为鹿神。那你说你想不走寻常路，那么四风队你值得拥有，一个发鹿山怪三个风，不光能够解锁神秘成就，充能效率也是突破天际，你要做的就是丢技能，不停的丢技能，仅此而已，简直是爽到飞起。小鹿的强度被很多人所低估了，如果你正在处于一个缺 C 的阶段，与其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抽五星养五星，不如回头看看你背包里正在吃灰的小鹿，你将会发现一片新大陆。法器全施，拳拳到肉，打击感嗷嗷给力。圣遗物推荐二风加二攻击，攻击杀风伤杯爆伤头，副词条以爆伤暴击攻击力为主即可。武器五星首选神乐，四选四风天空，四星首选侠里日月，四选流浪乐章，谁用谁知道。名侦探小鹿，你确定不试试？关注老李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